伊莲诺安婷的世界如此宏大，每一张图片都似乎传达着跨越时间的叙述。在这张摄影作品中，她以一只猫为中心，猫儿沉思的神态，宁静的姿态，在柔和光影中仿佛沐浴着一个不可知世界的启示。安婷捕捉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瞬间，而是那种静谧的宇宙感，就如同在某一刻窥见了整个宇宙的无限。安婷的照片不仅仅是图像，它们是历史的缩影，是对现实的挑战，是心灵的抚慰。她的作品中那些猫的神态，仿佛在告诉我们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，仍有永恒不变的真理存在。这些真理不言而喻，却又难以捉摸，就像那在光影中稍纵即逝的一瞥。在安婷的艺术世界里，每一帧都充满了情感的复杂性和深度的探究。她不仅仅是摄影大师，更是一个时间的旅行者，用她的镜头跨越过去和现在，让观者感受到一种超越现实的体验。她的作品让人回味，让人思考，让人向往。在她的视角下，每一幅作品都成为了探讨生命、存在和认知的哲学对话。